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金鱼丹丹。今天来到了台中市西屯区的大甲蟹亲子乐园。那这间呢，就在逢甲夜市的附近。逛完夜市也可以来这里玩玩看。那我们就赶快进去家吧 ，Go Go！ 知道今天很冷。今天还好吧？那大家都穿外套吗？我们两个白痴不穿外套。店里面会热啊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直接夹应该对吧？这个直接夹应该就行。好，这两个，来一个。那现在的机台啊，旁边也会写甲几可以换金币，那金币等于就像是点数一样，它有很多换的东西，等一下再拍给大家看。哦、哎呦，这个不错哦，看起来。好，我们先夹一包就好。它有机台很多，我们可以慢慢挑，慢慢看。那它这个呢也有芦丁机，它是金币两枚就可以换一只，然后它也有宝可梦娃娃。那上面这边的话就是小米系列的东西，我觉得看起来东西都还蛮好的。怎么这样？看到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哦，下面那个也可以。他是载到的。啊！这样。OK， 两个。这个吗？对。小龙。车的声音听到了，又来载你。我想要夹这个。好、哦。这样可以哦。六。修寒吧。这样。就这样。好。两碗推错，加后面的，好，带起来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！啊、要不？这饼干。可以，可以夹得到下面、哦。夹进去。可以，下来了吧？来来来。哦、oh. ，
香味。一起啊。哑包。出来又进去了，四七，可以哦，对哦，哦，对，刮目相看。点过来，太早按了。哎，两个，它怎么颜色包装不太一样？真的，这个，对准吗？对得到吗？我觉得我应该是晒到的。好，这个一罐，这个我记得蛮好喝的。嗯。谢谢谢谢，快点这边倒一瓶。是泡菜的阿 Q 泡面，你看这个，不是坏掉了吗？应该不是吧。移动看看哦、嗯，可以耶。加两个，加后面的，这里，加两个、哦，啊一个，再来再来，你直接加三角龙。三角龙是什么？就那一只啊。后面那个，这个，嗯，这个吗？嗯，下楼。好。嗯。没有，这个已经没饱了，还有头二十。加十块。晒要多看看机台，这次有人投了，投到跑起来，然后没钱，然后多投，对啊，他多投了20块，对吧？保险还有20块，多投20块。嗯，接话。好。哎呀，差一点，来。好，我们就切一包。嗯。好、嗯、的。变、嗯、一个，它是那个萝卜刀的概念呐、啊，只是它变成金刚爪。可以了，这两盘的位置。好，一个。这个是吸收乳的吧？他想说先拿。哦，好，先拿。他说这个要先拿，所以我把它先拿下来。嗯。哦，啊、怎么掉？哇哇！我跟你说，等一下就会掉多。先拿。好。嗯。你以为掉几罐？两个。掉三个。真的、哦。
来了，来，我想去后面吗？好，这样，可以啊，多弄几次就多少钱，九罐，对吧？这边总共九罐。好，流放测试。前面也行，还偷摸到它。斜的。两个哎，玩具吗？跳蚤球两个。对。就一个吧。想放靠一个就好了，叫一个吧，试一下那个紫色绿色的那个，它有没有办法直接弹出来。对，我是试试看它直接夹，这样。哈哈，大先生。这个就是两个喽。这个呢，它是泰国虾的代夹物，只要夹一个就是换一只。泰国虾在后面，你有看到吗？左边。对。好多、哦。好想吃哦。那个拨都拨啊，拨出来了。哎呀！这个一定会出。说出就出了哟，一只，一个就是换一只，要记得跟工作人员换。好，一包海苔，夹薯条，这个夹五个就会送他的袋子，在这里，很可爱吧？对啊。原来是这样的，它这个是比较大根一点的，我有看过也有比较小一点的，这个应该是大鼠的，看小的是小鼠。我直接夹。好。哦，声东击西。对。没有，你在这里大甩，然后软下。
乱想。小鱼香是超细的，对，它也有宽的，里面有宽的。喂、欸，打结的，打结的。一个那个伸缩的那种键，什么东西？这里有，还是什么？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吧？它应该是类似的东西啊。这台呢，我看到它差30块。这个是那个卡牌吧？宝可梦，然后它应该是综合类的，我就让它投到宝。你要试啊，不是要投到宝啊？哎、欸，太好了，去夹在它后面那个。夹喽。好、哦。哇哇哇！是掉几个？两个。哇，两个哎！虽然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赚到。我们来夹这个，它这边也有这种代夹物。然后我刚刚有看到另外一个机台。它是龙虾的代夹物，然后这边的话是干贝跟鱿鱼串，可以二选一，看你是要鱼啊还是要干贝，我们夹看看吧。好，右边。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是我的技术不足。嘿，一个就好。这什么？啊，它被挤住了。它是这个瞪眼小菜虫，你按了它的眼睛会凸出来。好，那我就来算一下，我今天总共夹到了几样。总共夹到了47样。好的，那感谢店家提供娃娃做抽奖。那这次的话抽5个，奖项分别是正店拍拍、快龙、梦幻、大葱鸭，还有耿鬼。那抽奖办法呢是订阅我的频道，影片下方帮我按赞，然后要帮我分享影片，分享在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，但是要可以辨别日期跟时间，事后分享不算在抽奖资格内。最后一个是要帮我留言你最想要抽哪一支，这样就可以喽。那如果想要知道店家的更多活动资讯呢，可以搜寻他们的 IG 还有脸书粉丝专页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当然麻烦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要多看看机台。这次有人投了，投到宝夹，他还没投，他还多投，他多投了20块。